体育课的经验嘛，今天我们就来拍一条反对强度体育课的视频，可以艾特你们所有的老师都来看，走，看花试试。新老师入职，猜猜他是叫什么的？认真背词，看上去好像不凶，然而林呱呱，你当班长怎么管的职人？李牛牛，你给我坐好。当当，解锁新角色，我是教数学的赵老师。那到底什么课最重要？来听听不同老师的意见。语文王老师你怎么看呀？那当然是语文课重要啦，好口才吃遍天下，要是口才不好，跟同学吵个架你都吵不赢啊。赵老师你怎么看？那当然是数学课了，这还用说吗？在生活中到处都是数学，小朋友学不好数学，零花钱被爸妈坑了多少都算不明白。加体育的王老师你怎么说？体育课宇宙无敌最重要，在那么多的学校体育课总是被霸占，我要在这里代表学生们喊句体育课万岁，还我体育课，支持黄豆评论区打黄。